好，那各位呢，你到我这边下载这个，因为我的压缩档是不是用 7-Zip，可是我们电脑里面有装 7-Zip 这个解压缩软体，可是它没有把档案做关联，所以如果你们习惯没有很好，怎么叫没有习惯很好呢？就是你点下去之后，如果下载了，不管你用哪一个，像我这样点下去，你把它下载了，你就按开启的那一种，或者我们这边有没有下载完，那你就按打开的，那他就问你要用什么程式开啊？结果开不起来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看哦，我在这里，我来这边。如果你找到这边之后，请你按右键，有没有个 7-Zip 解压缩支持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了解哈，就不要直接点两下打开。我这一台事实上是有关联到的，所以它会这个图示。可是你们都是那个就是未知档案嘛，档案类型。好，那你解压缩之后呢？你点开，你等它解压缩完，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叫 ATprinter 这个图？就是这个哈，应用程式你把它打开就好了。这个呢，我已经帮各位把那个中文繁体中文的语系放进去，因为它目前官方网站下载的版本只有简体中文，早期有繁体中文，但是因为大家都没买，人家后来就 人家后来就没有那个啊，所以就比较麻烦一点，语系要另外放进去。有没有看到这中文的？好，所以请你先试看看好不好？来，哎。